我跟我妈的个性都是那种比较不善于表达自己，有时候爱真的要大声的说出来。小时候是她牵着我，把我抱得那么紧，让我有安全感。我跟你讲，外人都跟你说好话，对，只有我们才会跟你说实话，对，对不对？星期日晚上9点，在公共电视，姐妹们的音乐万万岁。